这是哪里？身体动弹不得，斯鲁德们还需要我。 尼亚，靠后一点，我来对付他们。 我走，对我而言重要的人了。
明白。婉宁，医生只追上来了。追上来了吗？别想阻拦我。陨落吧！大量益生菌出现，请集中注意力。打起精神来。相信你的判断，学一吧。
经失去链接了。那是一声铁。水虫，睡爽了吗？老师，夏洛这次表现得不错吧？奈娜这次的援护非常不错，小菜一碟了。下一站就是波加兰德了吧？啊，接下来又是个麻烦事。夏洛，不会又要哭鼻子吧？啊，真是的，奈娜你欺负人。法尼亚，欢迎回来。世界的终结，并非一次巨响，
而是一声呜咽。他们顷刻间布满天空，自此人类失去了生存的自由。被称作斯路德的少女们将意志化作羽翼，守护着残存的人类。经过了漫长的战斗后，人类终于获得了一种可以阻断异生体感知的造物，并将之命名为帆。躲避在帆下的人类却逐渐忘记了斯路德的重要性。现在我只希望能尽我所有可能为驰骋天空的少女们在阴霾中点亮一盏灯火，让他们有可以前行的道路和值得牵挂的归宿。世界终会走向新生。辕门海的浪真漂亮啊，导师。明白。
光不明。这样就离我们的目标更进一步了，导师。Thank you.